郭富城今日出席活动，将于十二月举行歌唱的 Aaron 表示，今次歌唱的舞台是要由几个地方订购物料才能够起到的，那是不是很贵的？问到几贵，头先小美答咗我，佢话呢个舞台应该系红馆有史以嚟最贵。除咗个舞台贵 ，Aaron 仲话今次嘅歌唱有好多高难度嘅动作，尤其是系凌空跳舞。咁你会喺几高嘅地方上面凌空跳舞先？高到惊啊！好少咧，即系讲大个鬼睇，即系跳舞跳到惊嘅，即系要表演呢一 part 其实系惊嘅。所以要训练咯。会唔会惊吓亲阿 Lina？我唔擔心我啲朋友，即係身邊啲朋友會，即係我相信大家睇完之後都會覺得會戥我驚。咁但係我覺得最擔心嘅，因為我相信我會安排我媽媽會嚟睇。其實我自己喺個心裏邊都喺度諗緊，就係話如果我媽媽嚟睇呢個 show 嘅時候，我會唔會叫佢喺呢一 part 之前咧走走咗？係呢 part 之後諗緊計仔係。但係你真係唔想媽媽見證你凌空跳舞？都想噶，我今日心脏负荷唔到，所以好矛盾。陈嘉桓喺内地发生不愉快事件 ，Aaron 表示有留意到报道。即系始终我咪依个，我佢真系咁细，成九岁，咁我觉得变咗，既然而家佢哋自己经纪人公司啊，咁都有去，都有去去报警啊嘛，即系备案先啦。咁变咗，我相信佢哋都会调查呢件事。咁我谂我哋。作為圈裏面的一份子，我們只是希望這些事情不要再發生。那會不會叫阿 Lin 小心一點呢？我想他平時都會提高警覺，去保護自己的，我相信。